2024年5月14日，今仔日是礼拜二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东北季风的影响啊，这个北部呢哈，各地气温拢总下降哈，啊，北部会比较较凉点。啊，这个这其他的所在呢，要注意就是山区，也个是同款有一挂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哈。古历行到4月7日，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18度到30度。一度，这是咱天的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个看新闻哈。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报道啊，和咱这个疾病健康有关的报告。你讲咱这个政府哈啊，为着咱个人的身体健康啊。对着这个吃荤的人，安尼提出足济的警告、甲忠告，差不多将近20多年、20-30年的时间安尼过啊。你讲吃荤会得着啊，这个肺癌啊，是讲这个肺部会受损，会得着一挂疾病。结果20多年、20-30年落来，真正。这种的宣传真正有效，让咱台湾人吃荤的人口数一直在下降。戒荤的戒荤，无吃荤的无吃荤，但是迄个肺癌、肺病无下降，刷点到上升。啊，尤其上界含的，就是讲完全无吃荤的人啊，得肺癌，阁未少人有规半以上的女性朋友。就肺癌，伊拢无食薰，也无离手薰素啦。啊，所以荷兰的这个啊，卫福部感觉讲真奇怪，当阿伫旧年要紧来公布一项新的政策，原本是讲你若食薰超过20年、30年，还是讲你有食薰素，啊，你年岁都满50岁还是55岁，会当去检查肺部唔免钱。但即嘛。因为无食薰的人得肺癌的人，原来是四山啊！刷单补加为福报，嘛不爱公布。你无食薰的人，你若满50岁还是55岁，我那当来做免费用的肺部健康检查。食薰的人口数确实是真多，已经下降啊！啊，而且无食的无食啊，改也改，但是肺癌肺部的疾病煞无下降。一直到到这两年来，咱的政府大用心来对这个空气污染做了真大的这个防治啦。PM2.5 空气污染吼，啊，现有威胁下降率较低，都肺部、肺癌、肺部疾病，包括其他心脏病，拢都在下降。原来就是 PM2.5 啦。啊，大家拢跳多摆，大家拢有这个塞车。你应当讲喷出来，迄就是 PM2.5 的其中一种吼。啊，门看到吃薰的人，安尼吼，惊到准备嗨气吼。然后看人赛车的人，恁边仔就紧学电话哈。来这边咱甲听看卖，你讲国家卫生研究院昨昏公布咱台湾的空气污染甲健康的研究成果啦。其中一项分析吼，10年的数据发现，讲全台湾的四悬浮微粒，俗称讲的这 PM2.5 浓度下降10.22微克，一立方公尺降10.23毫克就对啦。会当归因伫这个 PM2.5 的肺癌，包括慢性阻塞性的肺病，也佮有欠血性的心脏病，包括中风等等，嘛拢因此对咧下降落来。各位国家环境医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如锦表示啦，2007年到2017年，全台湾的 PM2.5 对31.7%。31.7%降下来到21.47%就对了。同期会当吼归因啊，伫 PM2.5 的慢性疾病的死亡率，肺癌对26.11%降低来到剩21.55%。啊，那慢性阻塞性的肺病对26.66%降低来到19.75%。欠血性的心脏病对26.53%降来到19.79%，中风对39.
12%减来到31.81%。这个降差不多4.26%至7.31%啦。台湾商商包括董正头加和医学会理事长吼陈玉明伊在咧讲啊，伊讲这个空气的污染呐、啊，这呐设对咱的呼吸道里边，伊的顺呼吸道正对咱的细胞的一个物件，讲叫做气泡。然后再对气泡了，对啊，进对血液开始循环，加呼吸道、心血管、神经等等有关。诶，镜头的人，但是伫空气品质的不良情形之下，会直接反映出现了镜头的人的气喘、慢性阻塞性，诶，这个肺炎恶化就对啦啦，肺病恶化。但有名医安尼讲咧，空气污染会当解释是肺炎原因的16%至18%就对啦。空气污染降了了后，包括心脏病、中风、包括肺病、包括肺炎，拢对咧下降。细菌是病的，细菌是相关的。啊，这个这细菌有个在台湾的，迄、那个死亡无吼，拢排头前的。对啊，啊，相关。啊，即马查查的结果，原来就是 PM2.5。啊，这 PM2.5 安那产生呢？头下有人咧讲，讲你骑车也好啦，骑诶，可能。那個、开车也好啦吼，迄、那个排气孔啦吼，啊咱工厂的啦，啊工厂排出来的废气，啊佫有，你敢若迄个冻啊咧冻无，冻皮啊磨，迄、那个油分出来，迄个拢 PM2.5 啊，跟开我伫，所以顶阵啊有一篇报道说无咧报讲即个地下化的迄个集运系统，运输系统地下化，迄、那个车站就对 PM2.5 浓度是相关的，啊为虾米？因为火车要进站的时阵有无？爱冻啊！火车进站了，啊结果你搁伫个地下室内，底搁伫涂骹下骹。皮肤无。皮无啦，看当然看无嘛，看无啦，迄带头壳足好诶人，佮看有人，迄像董事基金会迄种白痴规组诶吼，迄我倒来，你绝对看无即个物件啦，嘿啦。企业热点努力啦，讲汽车油烟是皮污啦，汽车油烟当然来无味，即马臭味变味啊，即马咧皮诶，伊个烟话无像较早迄个味较急啦，哦，即马咧白起诶先咯，因为有加一个醋。咱始终难玩啦，而且你即马用唔用电话咁唱？去上班哦，会感觉讲，规工的味啊，对啊，迄个味你了，上班一段时间过都无感觉，你就无感觉啦，系啊，啊所以呢，即个做啥，啊你个，啊所以工厂，你个厝内面有饲狗啊、饲猫的人嘛是啊，你多打咧饲的时候，你会感觉有迄个狗腥味，含咩猫味，但是你是评估你评不，啊一段时间过，惯习啊，你惯习的味啊，你评不出来，哎，第一唔捌评过，人哋咪讲哦，诶，恁厝饲狗啊，哦，啊是饲猫啊，甲迄个。评出来哈，准备哈。好了，啊，这其实这个报这个都无枉报啦。啊，这个对食薰来讲也是一句话啦，会当改就改啦。哦，啊，会当减价咱就减价。无啦，食薰咱讲实在，对身体健康原来有一定是有损损害。啊，所以啦会当改掉，但是这个损咱都爱买这个政府啊。你那是卖薰呐，哎，以前我无哩。以前咱做去那里有食薰的时阵，嘛都规定讲你唔通食薰哦。系啊，对啊，哦。啊，较早咱个大家食掉个，啊，今麦下来在用呢。较早从坐飞机、坐火车、坐公共汽车都拢未使食薰呢啊，迄阵嘛无遐侪戏院啊，吼，对唔对吼？好啦，啊，这讲这个拢加讲个啦，啊，就甲你讲，董事基金会就足大哩，我都唔知是安那个大到迄种程度，大家立位看电拢那无在，因啊讲啥拢照做了，对啦。包修过来对一边，你是不是叫阮考卷啊？问叫阮写好啦，安尼好啦。有啦，我安尼考卷啊，我特别弄考卷，然后买会当解了解，对啊，解分的东西是说解穿开啊，做咩解解安尼啦，安尼啦，啊，哈哈哈哈哈。啊，又叫研究报告，国卫医呢？反正没有国卫医是啥物单位的？安来啊？国家的啊。国卫医，国卫医，那是前进。伊个专名就是叫做国家卫生研究院呢，研究出来，即卖结果完了 PM2.5 变原凶啦。啊，那呢倒一个无咧生产 PM2.5，你甲我讲。倒一个人敢举手保证，我无敢产生 PM2.5。我都有啊。啊？超多啊！对啊。咱超多来上班时阵，无人敢无啊，是 PM2.5，对唔对？吼，所以，所以你讲卖啊，他妈假，卖假高尚。
我看到人咧食薰就感觉厌啦，啊，袂种种有诶无啊？你若无想看嘛，你家己嘛敢问一堆？可能真有在咧欺骗啦！无啦，食薰诶人，恁家己袂团结，啊，要放互人安尼糟蹋，迄是领导诶代志。哦，啊，安着防欺负人。我都无食薰，我袂欺负人。未啊，同老哥我知影啊，同老哥都尊重食薰诶人啊。啊，但是阿兄有食薰，我来尊重张大哥，伊是无食薰。所以我食薰，我出外口食。你含塞车又去塞车吼，迄、那个装水油烟较大嘛，所以迄个油烟原来袂当我变无，伊本来开公开对，开公开对车了，对，开了啊，不然你要搞嘞，我死鬼车诶，啊，无你鬼个车要污染，可能着偏二点五，所以摆总我都有讲过嘛，找一间房间无通风诶啦，你叫十个食薰诶，起来对，他妈食六点钟诶薰啦。你大个出来，规身骨拢昏迷呢，还是大夹出来？规身骨拢昏迷，还是夹出来？第三号人家拢会卡条的。对，但是迄间房间，你那个用一个汽车的排气管啊，通你房间内底，啊，你叫董事基金会的大个你，哦，我你讲，唔免几点钟，半点钟得啦，半点钟诶，就死掉了。对。啊，董事基金会，你听我意思无？啊，你听无啊？董事基金会，你脑残嘛？失败啊！你哪会听有诶？对不对？哎哎哎，看不看看看五百。但是阮只上尽量会当无少，阮是帮少。对，哎，当带咱就带好，对，是咱诶，因为政府欺负，我都欺负别人，就欺负咱。哦，咱就政府拢同款啊，拢同款啊。好，原来王志华当时开始2020年啊。嘛，两千年开始正式实施的啊，系沿海王子啊，对遐开始，食薰的人的恶梦就开始。哇，二十多单啊！20多单啊，已经实施20多单啊！啊，这个薰价怎安尼开始变变就变价，哈，话要起就是起，啊，简单讲一句话就是健康观。简单讲就是健康观。啊，结果这个叫做啥？这顶日啊新闻报呀，咱的电报。负担足重啊！啊，电报最大来源除了民众的税金以外，政府的迄个本地的五成以外，个分关。哦，你食薰的人笑死的，安尼咱拢拼不用电报，安尼好唔好？你卖用嘛？你若要嫌食薰的人卖用嘛？哦。台湾八点，我去八千，我就袂再念这啊啦。是啊，今日个会再个小块咧发作啊。唔是啊，啊个会再来，我嘛是看了这片啊，啊片啊得几单啊，已经翻了，开始偷翻了。至少嘛十单有啊，研究出片的热点有，至少嘛研究出片的热点有，你就可怕呐。迄个薰的伤害是气更大，气波尔咧。PM2.5 是一隻羊鼻去你的肺泡裡面，什麼叫做肺泡來解說，那你的氣裡面有種名叫肺泡，啊就是肺泡，啊肺泡呢，它就是肺泡，啊肺泡跟你肺更呢，都相通，我們吸進去的空氣就是靠這個肺泡吸收了後，啊對著肺更把它走去我們的身體，所以我們需要勇氣嘛，氧氣嘛，哦對不對，啊所以这个肺泡 PM2.5 是比你肺泡来得了对立的肺跟细肺罩呢，这细胞哦，这外恐怖呢，其他讲到细胞的问题了，对啦，不管咱有食薰无食薰，另外一回事，不管咱出来会鼻到 PM2.5 有鼻到无鼻到，你有感觉无感觉拢用的一回事，细胞哦，上少一年外头来检查一次，真正什么细胞？细胞的毛病有够侪了，有够侪人吼，够侪人吼，啊，咱来当吼啊，会拄好啦吼，一年过啊，一年过啊，就去检查一届，哎呀吼，安尼较安心啦，都较安心啦吼。对，他家现在满50岁时阵，政府就安排50岁拢来当做
上街基本的那个电动干炸嘛，我十岁你只要摸我就来去等，还有电脑卡好免钱的，反正电脑还好咯。蛮无检查。还有小张会来搞检查。姑姑啊，一两年啊，就感觉一开始检查结果，那无啊，然后感觉讲好，真水啊，拢无感觉啊啦，哦，拢无有倒缺点的，总管就咱就较安心嘛，吼。是啊，结果我一个健康检查出来报告作水啊，我耳朵比人好看。啊，你混吃上济？哎呀，啊，医生问我，啊，你到底食薰？我讲有啊。啊，你到底食正常困？我讲做我困。哈哈哈！人分分几多哩？那无一项正常啊，不正常。怪你个怪你哦，安尼嘛好，安我多啦。来来来，现在啦，是啊。我头先讲这去国外检查时呢，这是需要哦。嗯。啊，从许多啊，你检查就好啦。会多去检查一下，开几针钱啦。嗯。啊，去检查一下，啊，你较安心啦。好好。好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啊，最近多加对变气啊，吼。啊，食薰的人中，即马估计大概有400万人。啊，400万呐！哦，在改歌给他400万呐！哦，那两千万那400万那小文还送，已经减不少啊！送不少。他家以前读册阿廖了贵嘛，我讲啊，贵贵有什么贵？就要出名探家人啊！哎，阿爷，阿爷在买来去啊，我报阿哥。有一个好处的，即摆无咧烧车薰啊。哦。以前那已经见面就薰就泡出来啊，即摆无啊，即摆大杂薰足贵，啊，所以大家无烧车薰，啊，等于讲你讲啊，我有无一支啊？哦，是。啊，无未主动提薰。你讲我无得啦，啊，无得，讲讲有只，就阮的朋友甲套一支啊，安尼啊。啊，无拢无主动免，你过来个，中间就上我边，你边只。啊，起来过来，台拢有奖，啊，都一日分嘛，嗯，哦，一日分嘛，啊，你家己咧做都歹势哩，对不对？啊，即马拢改袂啊，拢无啊，即马拢就一般食家己的，食家己的，对啦，食家己的，对啦，该食家己安尼啦，系啦。我恁食薰的都有敢有直播？哦，不只是啊咧，附近老人，阮食薰人拢在边啊，哦，拢无爱离人个边啊食，即红村中。总之，有阮是上北镇的县民嘛。哎呀，我感觉是红村中啊。对啊，今麦以后，今麦以后，都哪有看人个塞车，哪里发动时阵拜托下有人，但是人想找你时阵你发动，无，咩？那看到这个车入停车，到底白天讲啊？你学习什么嘅咧？讲俾他细啲嘅咧，朋友记住咧。我未咧，我用牛粪油咧做，我佫足足记住咧。哎，咩嚟？是嘅哦。系啊，东大哥知啊。诶，对啊，对。你啊，喊你听到我咧傻啊，喊你看嚟我食物件十条，三条种种嘅，60万呢？哇！老人，你咁大气魄啊？咁睇我咁睇啊，我咁睇啊 ，OK， 系啊，照相冇问题啊，系啊，对哦，所以我啲公司起步检查哦有需要哦，咱公司话家己想看买，那是顾无检查嘅人啊，加一大笔，开一个啊，冇开别个。我想要家己，我多买架车做，看你检查做。系咩啦？好啦，咁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讲笑讲讲笑哈，分会当解。改掉，对，但无食，咱就卖食。咱是咧，咧搭配啦，搭配啊，讲一寡五四三诶，我是上会但无食上好啦。有咧食，改袂起，比如咱就食较少，较少咧，哎，食较少，较省钱，较袂叫做博财恶毒，恶恶。你讲咧，讲紧呢个互相啊，暗暝啊，食较少咧哦，阿星阿公，食较少咧，改掉啦，系。很有可能改掉啊！系啊，我咪叫你吃，都不吃，吃过不吃？啊，都过不看人吃，我啉少口你吃啊！嗯，哈哈，真关键，真关键，你好，哎，啊，今早蔡女士家伫咧，有啊，我本人，哦，蔡女士你好，嘿，我先啊咧，啊，我都好奇情况啦，嘿，哦，好，好，好，你即下状况甲大家分享一下，外地啦，吼，哦，啊，食无外久都安尼，也去听听着无，哦，哎呀嘛，该先见嘛，好奇啦，啊，你是讲食啥物件，食啥物件，啊，哎，许多山啦，哦，许多山，好好好，我食一项尔啦，好好，天哪。啊，我本来较早就是这药啊吼，嗯，写了农药去研究的，你知不？农药哦，南边苦了以后，你是咧做事的了对吧？我做事啦，我少年拢做事啦，是是是，啊呀呀呀，研究拢了解呢对不？
农药烟到啊，烟到身体顶骨拢摇哦，那差不多三四月也都爱，咱旧年三月也都爱去做做，一个咱的皮肤。没有。嘿，我讲旧年吃你的产品尔吼，我都今年都拢无去啦。无，啊，你个农药烟到是偌久的时阵哦？哦，嘿，真侪年啊。还是打。当年啊，三四月拢有。林正英都山哦，实在较高吹的，伊在胸拢吹出来哦，真正会记大你啦。嘿，无，蔡蔡老师，我还问较清楚者，你讲你农药烟斗无吼？那是以前的代志嘛？以前代志啊，真久啊。啊，每一年的三四月。嘿嘿，那热天都掉哦，总是皮肤高嘿。哎呦，啊，农药啊，去年吃你的产品，啊，跟今年都拢无去啊。啊，真好，真好，真好，好。啊，我较早打七打哦。嘿。啊飘过狗啊吼，啊诶，米来从海岛登来滴无，从从狗底落爱去山滴吼，啊这菜埔安古镇那边吼，拢两点钟会听滴无，啊我唔知安怎啊，哦食落也去听咧，啊你食进这道爱有力有耐心咧，哦耶，迄几年我咧甲你食几年，几年拢是伫吹滴伊啦，哦江江船呐，江江江江，安尼甲你迄落，看又大少人甲你做个调调调调，哦真好真好，有，啊个灯啊无力啦。等什麼啊？等下我来。我等下我也做无力，你知不？我来讲嘛，拢未紧张，拢未咧。哦，变低了对啦。阿哥，我冇糖分啊。哦。糖分我本来是拢自己拢食一包，我当地啦。我食你这我都无加食啦。哦。啊，就要去检查，拢食一包二十块啊。安尼正常呢。系啦。哦，安尼正好。啊，咱这条啊，我顶年纪就大了，我二十二岁呢。哦哟，听未出来，听未出来。哇，你较早做事的时候，那真不容易哦。做事大囡仔，啊拢哦，哎呀，拢啊迄类咩？哦，啊，你讲那是打车啊，啊跳高啊。跳高跳无过。跳高啊，怎跳无？看到咱人过，一米六海都登来。嘿，我知。海都登来，转来当高底类。老贵人，哎呀，哦，是哦。啊，搁一个台湾吼，大家心气有低压降掉。头壳心跳有低压降，低压降买嘛真早啦。嗯，啊，即个头壳心动会无地方当会静哩咯。是，啊静啊一碰一碰安尼，啊就变做脑神经麻痹。哦，嘿，脑神经麻痹啊，即个也是头壳是较袂啦，即是讲足重伤的啦。嗯，我嘛知影啦。嗯，啊，过去等着脑解啦，脑解哦。我。哦，我做几行诶？啊，等于哦，你上过等于真侪受伤了，对吧？受伤了，对吧？啊，你这里这行就做几大咧？啊，这两骨咧，加拍三摆，头摆拍一个月拢无咋处理。两骨了，嘿，两骨我都生骨刺。嘿是。嘿，啊，这规矩我就是卡家吼，就是99年大腿头去拔了断的。嘿。啊，100公斤，换这个卡当啊，这个边啊，这个骨断的。哦。啊，自己卡开两摆，啊，你这个骨质疏松的状况啊嘛，当时，哎，开两摆啊，开两摆都是转来吼，都是甲问我讲欠袂，甲要煮饭食，我讲不爱。哦，啊，了后时就转来转来吼，哦，伊讲古早像在救金安尼嘞，算讲像唔在欠袂啥，你像在救金啊，皮煞加未少了，哎呦，平时皮加咧薄豆啊，薄加咧糊糊叫安尼，完了对啦，一直胃寒了对啦，啊，姐即要加开烧啦。哦，加快烧啦！哎，讲，慢慢跟你说。对啊，慢慢调。我真有耐心啊。我讲好，讲好，讲好。哎，真有耐心，我拢随在去调，我拢未讲哪里了，就去找医生。这头刚我加，听一礼拜。嘿。本来我是拢麻麻吼，啊重重安尼，你爱戆戆安尼。嘿。啊，加调起来听一礼拜，一边一边调。哦。要听一边。你这都一年听一个无够，有个人会有这个好转反应出来。啊，咱这一回吼，一直较未吸收啦，啊，未吸收的就较慢一煮啊啦吼，系啦。就是安尼改善了，系啊，哦，改善了足济，啊，我安尼吼，啊，就足有耐心的啦。安尼吼，啊，听随在去听，啊，那啊，真紧。哦。我咧这个十几吼，未放我哩咋？多少啊？那十几未放我了。无动放我，啊。几工也都贵啊。这个十几我哪未做更正咧？啊，几工都贵啊咧。是。啊，这拍真紧啦。好。啊，头摆就较忝啦，啊，那骨拍较唔知影啦。哦，啊，蔡女士安尼，哦，啊你较早安尼少年不干安尼，我身躯全是骨。我是太命，我38岁头家都无会当大囡仔话咧。安尼哦，辛苦。啊，我真做啊。啊，咱即马家己身体较顾好些，安尼较重要。对啦，拢是顾身体嘛，啊，但无咧做啥物吼。啊，多谢你啦，感恩你啦。无咯，我来感谢吼。有够好诶，那身体吼，有够好吹。我真好，真好，我真嘛真好。哎，我感觉吼，我直接食100块尔。安尼吼，那算算诶了。光随便啦，啊，咱就食一项就好啊，对无？有。一项就管只一项啊，有耐心，爱有耐心。对啦，爱有耐心啦。好，安尼，蔡老师甲你感谢吼。啊，那有人问我，甲咱厝边计不要甲咱倒报一下哈。好啦，感谢你。后来
吃感谢齁，这么是功课的时间啦齁。那这错我把上齁背着我我回来了齁。也是说说少年派名啦，真正说一个人一个主人啊，当饲六个囡啦，我尾个听讲饲六个囡啦吼，饲个中大生命啊，即马好命好命拢带一个新命啊，好命带新命，艰苦辛苦白点，较早少年拖磨来，啊拖磨来，搁在一寡即个过程中间，即个去弄掉去拔刀去削掉啊，种种规身躯拢病了对啦，听众朋友足清楚。我没个公司，新南公司许多人，什么人个当保养哈？什么人个当保养？都要当家对啦。为什么过年比天你个吃看嘛嘞哈？啊，但是爱有更新，好、哦、还更新，唔当吃一罐两罐咯哈。真感谢，对新南公司好独家提供诶，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恁今麦一处呢，各位信诚公司三品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有提供一寡精品，你来赠送给咱买十款的朋友。买十款的朋友，你会当个经平底锅一支，你要经电风一台，经燕窝两阿来吊十二罐，你要个经一领毛毯，经信诚公司另外有三十粒真的惠安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清等等不少三十粒，拢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完成。啊、另外一处呢，个别信诚公司三品五罐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罐以外，同款有提供一寡精品，要来赠送给咱每五罐的朋友哦。每五罐的朋友呢，你也当个经单手把汤锅一支，你要经保温锅一支，经白沙湾起锅一瓢，你要经大香的螃蟹一打，经无环子的洗头毛巾一罐，无环子的洗衫巾一包，你要个经燕窝一打，内底有六罐的包装。隆重的迎接，咱一道经一行为王者，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这边呢，咱们邀请很多朋友呢，坐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的歌曲《甘飞惊准人》的纯情曲。
好嘞，感谢哈，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转国宾会的叫做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是八点到下午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出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感谢啊！咱个继续来个进行节目，今仔日拜二的早时啊，来到咱做现场哦，又完是咱台南公地可咱进行着建良啊哈！来建良来，先按总统阿叔听众朋友问好些来。啊，总统阿叔，咱中国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建良。是建良阿叔，好嘞，啊，咱建良来的有哪赶快，咱先对国际新闻来个看起哈。是啊，这个第一条国际新闻是这个联合国哈。联合国这个来通过支持这个巴勒斯坦哦建国哦，嗯，入联合国哦，变成正式的会员了，对啦。啊，这个一旦讲是完全了，对啦，完全同意了，对啦。嗯、有143票哦赞成，跟他9票反对，啊，25票弃权。歪倒吼，结果是140几个赞成了，一改过就对了。那是这是巴勒斯坦吼中心个提啦吼，伊每次当中会那有时间伊来提一改申请了，变成希望变成正式的会员国啦吼。但是巴勒斯坦本地就有伫这个联合国内底，伊是这个非会员呐，但是不是会员国吼，叫做观察员呐，观察员就对了。含以前咱去参加什么个 WHA。我们做观察员，我们但其实咱拢无啦，拢无连观察员都无啦，因为附庸国啦，因为咱是一个主管独立的国家，所以迄个咱拢无咧参加。因为迄吼，迄民众三无三无吼，即个观察员吼含即个跟 WHA 同款吼，啊，以前我们就政府其实拢安用骗的吼，讲啊，咱有去参加迄个，其实叫 WHA 的大会吼。WHA 是大会 ，WHO 是这个组织，吼、哦，咱是要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的观察员，唔是要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变观察员，迄无效，迄就是讲，咱即马吼，我安尼讲哦，我用咱民间的来解释了，对，咱即马吼，咱即马先一个会了，对，好、啊，啊，咱今仔要开会员大会啦，哦、啊，要选理事长啦，吼、哦。啊，咱就邀请咱好朋友吼，单身的来参加。等一下，啊，你有来捐款款呢？哦，真感谢你啊！咧，去年啊，是当然照顾了对啦。啊，阮开会员代表，大会时吼来参加一下安尼。啊，你会当来参加，但是你搞投票权，会当投这个投会长，还是发表意见？恁这咧唔对，恁这会，恁这第一条参与讨论意见，第一条，哦，我举手，我有意见，我感觉迄落安那安那安那。未使，歹势，你这边啊，这边啊，时间搞了了，哦，咱担心这个，咱关心这个，咱扑个声啊，鼓励起来，哦，我就听起来，哦，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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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咱邀请伊，咱讲几句话，来起来讲五分钟，哦，啊，5000万都无去啊，关你钱都无去啊，台湾就是安尼啦，就是安尼啦，啊，你也未，你也不是会员的，啊，但是巴勒斯坦的是安那，人迄是准会员，好、哦，未使投票呀，但是也当参加会议。哦，这个会内底，伊是非会员的这个国家，啊，所以也当然啦，也当行使伊一部分的权利。我来讲，比如讲，我会使讲话，我会使参与意见，但我未使投票。好，但我会当讲，我感觉安尼嘛不介好呢。哦，安尼你请讲，我爱以后你讲，哎，讲了你要投票，你可能未使投，安尼，投票未使投安尼，但是也当参与意见，你也当讨论。好，啊，咱来讲，啊，无咱这个代志吼。搞好某几个会员，吼、哦、来给咱处理安尼好无？啊，大家来通过，啊也手安尼，但是袂当哦，搞好进场处理，因为伊是咱的会员。嗯，啊，这也无同的所在嘛。啊，其实就是安尼尔，所以咱以前不过就是拢去参加 WHA 的大会，啊，因为乌烟真侪钱，所以去参加遐，啊了开真侪钱伫遐，叫大家给咱握手，讲哦，哎呦台湾加入啦，好、哦，啊大家握手就输。嗯，哦。安尼，阿会参加啊？咱亚秀不是讲要参加会员呢？咱亚秀是讲要啥话？你知影？明明观察员呢？嗯，啊，你观察员都无了的。阿妹啊，是啊，有亲像敢那观察员的身份。嗯，吼、哦，
没有我，没有我吼，跟他干观察员的身份，但是我都住代表你里来的。你讲，比如讲，咱有观察员，嗯，还是变成会员，咱的会员办公室，那一间办公室，安内咱入去安内，好爱来咱通知，是因为咱用的是 WHO 来的三条，其中一条叫做附庸国啊。附庸国意思就是中国的啊，留在中国的军卡位面。哎啦，所以你唔免有办公室啦，中国有了啦。哎，啊，这是马英九做的啊。哎，啊，这是赶快啦！啊，巴勒斯坦这完全无讲，人家嘛来联合国了了，人家嘛手也手，一百四十几个党，啊，以色列当然也讲啦。哦，你搞这个，搞这个东条，搞这个，搞这个联合国的宪章了，对啦，提起来用碎纸机来碎掉，啊，你碎掉也无路用，那个也手都过啊，过啊，人变回原国，还没变大。他以前还反对，讲这是迄个。伊那战争，即嘛两个战争，含巴勒斯坦两个战争。哦啊、巴勒斯坦原本伊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啊，无联合国无联合国无加做联合国是即、這个。算无森林了，对啊，但是伊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半森林一个国家，伊叫做伊唔是会员国，伊是即个观察员，观察员呐、啊，就是当参务的观察员，但是唔是正式的会员。啊，即摆来当作正式的会员了的是啥货呢？就是全世界拢会当含伊。是的，高倍啊！正式的国家，也是正式的国家，你能够承认啊？全世界拢承认啊，对啊！啊，即莫怪以色列的阿公哦，伊未爽，阿未爽也无好啊，人咧贵啊，你也输也输人个对啦。啊，这是巴勒斯坦哦，啊，因为这吼弄了上过分去了，什么全世界刷人都反动，反动，所以这。这把刀啦！以色列咧拍的方法，甲俄罗斯差不多变惨了，对啦。拢对迄个民间的组织啊，也是人伫啊咧领迄个补给物品的时阵，非常的难消的。啊，伊的讲法是安尼，伊的讲法就是。啊，伊就立起啊，发抖啊，系啊。俄罗斯轰炸乌克兰的病院，甲伊嘛是讲啊啦。啊，乌克兰军队就立起啊，我当然怕，所以拢赶快，所以这边。以色列伊咧，这边咧加这个哈马斯啊，拍到这个变巴勒斯坦啊，那个嘛吼，这边以色列得到的支持较少就是啊。对哦，啊，另外美国改讲讲，哎，迄个就做有一个叫做什么，伊咧唔系什么法就对啦，吼，迄个第二名。嘿，我迄个所在拢难民哦，那你袂使阿拍哦，叫伊唔是拍。结果美国讲了名，以色列会打死个啥鬼？对，不会援助啦，不会援助了。啊，这不那时候什么建军皇国这话，那种假啦，你不能说那种假嘛。啊，以色列对中人不是都蛮不好啊。伊即嘛是安尼的，讲伊即嘛怕了了了，伊即嘛有得到一挂支持含这个，但是伊另外一个部分是以色列的这个中立，是因为伊国内伊算这种看衰落衰啊，对，有没有换掉啊？啊，即嘛趁这个战争哦，来转移这个。内情无好势，这个物件了对啦。啊，有一部分是因为安尼吼，啊，但拍了了掉嘞，了说走未起啊了对。起码了安尼拍了了贵个啦，拍啊，当然对方嘛个掠因的人啊，吼，嘛个掠因的人不爱认真，不爱行了对。啊，不爱行伊就爱，伊就爱掠倒倒来了对啦。啊，就掠掠来掠去，啊，就变安尼啊，吼，未收帅啊，不爱谈，你若不爱谈就不爱躲啊，吼，都不爱谈了，就不爱坐了谈了，袂落，袂讲袂落伊就对。啊。即上惊的是吼，888八加尾啊吼，隔壁阿拉伯国家吼，爬起来斗阵啦，啊，这代志就大条啊，啊，但是有啦，看起来目前隔壁这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顶边的国家就对啦，就是意思讲你卖射到阮这来吼，我袂来出手了对啦，你射到阮这来，我就互你死了对啦，是，哎，啊，看起来以色列是一直硬要甲。你也没打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啊，这加沙走廊，规个都嘛爬落来了，意思是我规个退落来了，对吧？啊，但是巴勒斯坦寡多，伊起码参加联合国啊，伊会当主张讲，啊，你讲啊，侵犯咱的国家吼，我两边啊，伊其实国口是两位啦，吼，就是一个就是伫这个加沙走廊，就是这海边啊，这山山等等，这个细地，另外较大地伫内底内陆内底，就是伫这个以色列东边、东北边这些，都含这个伊的首都耶路撒冷切一半咧，所以是无同的所在啊，是无同的两边有两个国土啊，爱拍这边无，也阁无拍这边啦，吼，也拍这边啦，这边较歹吼。是，咱时间来，先来进一个广告哈，啊，稍等下，两面再个倒转来，再现场，台南公地可能点着建量啦，哈，来，感谢。
见了男人，啊，这个时间介绍来。是啊，这个另外一条哦，是这个啊，台湾人哦，亲戚后来拢爱去这个泰国哦，因为泰国是亚洲国家只唯一一个大麻合法的国家啦，结果两当后，今仔日这顶礼拜哦来宣布了，对吧？终于来宣布，年底进行重新搁来列做毒品，结束啊！哦，无甲两当了，就无多啊，我挡未掉啊！剩下只只两当是两只啊，你无啦，你话啦，你话无多，因为造成的问题吼，造成的问题伤大了，对啦，啊，而且无多解决了，对啦。伊讲这个大马林所有的两当来了，对啦，有几万间的商店啊企业造出来了，对啦，啊，这个。达到12亿个美金啦，哦，而且盈利了，对啦，而且盈利啦，哦，有这个盈利了，但是吼，无多因为引起的这个毒品问题了，对啦，吼，付出的小额成本相关啊，付出的小额成本相关了，对啦，啊，变成这个因为毒品的问题吼，会毁掉这个国家了，对啦，啊，真侪少年人有因为安尼了，对啦，染着毒瘾了，对啦，啊，因讲所以决定。要来讲这个这是一个上该快乐的所在，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113年度企业聘用运动指导员补助方案开跑咯，企业办理运动活动最高可申请补助金90万元，聘用国民体适能指导员可再加码补助达105万，详情可搜寻运动好人才企业动起来或拨打02-7737-8089。以上广告由教育部体育署提供。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没错，全球租车赞赞赞，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五月最温馨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五月真的很温馨。5月15号是联合国订定的国际家庭日，各县市家庭教育中心在五月份都有很多系列活动，可以带着家人参加，促进感情哦。那活动资讯要到哪里找呢？可以上教育部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网站也有丰富的家庭教育资讯哦。好，我赶快来找一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阿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接你的资料哦。卖个骗呐！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频97.5，快乐混家男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华东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现在时间9点整。
一个分手的理由，也无怪分的要求，不甘看你虚伪目睭，想好事事来接受，不希望出头。让幸福的原因是安怎的了由，情已经无也无求，啊泪啊泪啊无奈的滴落，啊天啊天啊痴心又喙齿若要顾用，喙齿花爱心顾用。喙齿花若用，喙齿自然就知。我十几年前牙周病严重，我嘛真烦恼。但是好佳哉，我用着白沙湾齿膏。十几年后，医生讲我齿花是健康的。听到没有？赶紧来个使用白沙湾齿膏、白沙湾牙膏。叫回专线，台南控六79450079，台南控六79450079，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张和平付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吼。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走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南市吴先生来点播中天君演唱的歌曲《悲情的流浪汉》。
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长途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今麦有个登个节目现场，啊，今仔去拜年呢啊，伫咱节目现场，依然是咱台南市国民地库吼，执行长吴建良教授，然后咱继续听。是啊，这个泰国吼，泰国是伫这个伫这个进展吼一。2018年来开放医疗用的大麻吼，嗯，好，然后了的2022年吼，前两当年吼，他来开放的是这個疫情过了了吼，来开放这个娱乐用大麻，嗯，哦，娱乐用的啦，不是医疗的，没什么问题啦吼，医疗用了对啦，因为真多医疗的需要爱用大麻吼，啊，这个开放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五六英诶，五六英诶，就是平常时要我来当数了，对啦。但是因为把大麻除罪化的过程哦，上过头潦草了，对啦。无相关的法令来配套了，对啦。所以非常的混乱了，对啦。所以这个森林的总理哦，起来了了了，对啦。所以来决定伫年底以前，那边来禁止，禁止结束了，对啦。就是合法的这个该中心的做毒品。未使过来使用了，对，未使过来使用啊！所以泰国快乐的日子，真多台湾的网红到遐速读哦，而且快乐的日子安尼就听起来变惊了，对啦。对，啊，无食个个炸得来，哦，台湾无过来网红，食个炸得来，红掠着了，对啦。哦，做啥当呢？因为咱是毒品哦，是毒品，所以。结束啊！你炸你吧，你就等于送送招数了嘛。我安尼讲吼，伫澳洲嘛是同款哦，比如讲。荷兰吼，还是西班牙，大麻是合法的，是吼。啊，荷兰是会当贩卖，会当持有，会当贩卖。啊，西班牙是会当持有，吼，未使贩卖，未使卖。我们一个国家规定嘛，但是法国是完全禁止，完全禁止。所以呢，你会当的，你会当的，你会当输，输了了上车坐对法国，但是你身躯顶未使扎。到我偏着了了吼，偏着你身躯有味，你无扎，安尼无犯罪，但是。平地你身躯有味，狗仔平地你身躯有味，敲掉你身躯有大嘛，安尼你就死啊！伫法国你就歹啊！所以每一个国家无个，因为无边境嘛，所以你坐车你来说你，狗仔来平地你就死啊！你有炸你就抓起来，安尼，
啊，像比如讲，我啦早对西班牙就较巴结，是，因为西班牙本地就是会当持有，未当买卖，会当持有安尼。所以每一个国家的规定是不同，吼、哦，所以伫澳洲是安尼吼，啊，所以这有争议啦，吼，台湾我知影有那有真侪人咧杀啦，啊，但是我个人诶，那叫我看到澳洲即卖杀这個大麻合法啦，哦，台湾足侪少年啦，拢咧杀大麻合法，我个人是完全反对啦，我看到澳洲的案例，我是感觉咱无法度，唔是袂使，是因为咱无法度，咱无迄个配套的法令人太处理这个事啊，由于台湾人哦，空坎了，对啦，少年人啦空坎，绝对无迄个自制能力了，对啦，所以。我个人是台湾的现状了，对，含这个死刑这种物件同款，废除死刑同款，迄不是好歹的问题，是台湾目前你不要卡称你的话筒下来下一个，其实就是安尼的，你的民主化无加伊个程度了，对啦，自制力都无够，你都无法度，这物件是你就别人无法度，你无法度啦，吼、啊，所以你看连。先进的澳洲国家，即个荷兰就开始渐渐把大麻开放，那些政策开始救得来，渐渐救得来，伊也阁无害无合法，也阁会当用啦，但是渐渐救得来，愈来愈保守，吼、愈来愈保守，所以全世界拢同款吼，全世界拢同款吼，好，啊，这是另外一条吼，然后各有即个中国吼，中国的四月底就对啦，即、這个国家。安全部门了，对啊，国家安全机构的这个执行定数的规定了，对啦，吼，开始了，对啦，扩大来执法了，对啦，所以七月开始，中国执法人员了，对啦，会当随时来查民众的手机啊，哦，我看你，有你啦，就这样，对啦，我挂机嘛，挥，哇，你就煽动言论，亮啊，随亮开，随开亮开了，对啊，你先。甲大家报告，今嘛，已经伫机场开始实施啦。是啊，意思就是讲，你若拿台湾的手机啊，去到遐，我甲你讲，伊若要甲你掠，台湾的十倍拢会当来掠起来，十对拢来掠起来，是爱当来掠起来，足简单，因为手机啊，对，有叛国。台独的言论，中华民国就是台独。你上 FB 这个违法的软体，你持有，这嘛是犯罪。当然给你扣起来就对了，全部拢会再来扣起来。伊唔免，伊认为伫紧急的状况下，伊认为有必要办查就对了，四级以上的安全人员，来批准，就是执法人员出示执法的。伊个证件，就会使随时来当场来查验。讲叫你退出来，你来退出来就对了。所以只要证件退出来，退出来，手机退出来，你来退出来就对了。吼、哦、啊，就是你当啊，而且呢，买当现场将你的电子设备的资料扩出来，扩出来就对了。吼、哦，或者是没收你的电子设备，吼、哦，给你分离就对了，是给你没收，吼、哦，这全部拢会使。所以伫今年七月开始来实施了，对啦。啊，即、這个亚洲的即个主流电台吼、喔，有来讲着，讲有侵权吼、喔，等于香港的一个内政的律师了，对啦。讲伊伫即个伫海关了，对啦，吼、喔，伫海关看了一个女子吼，叫海关人员拉炸落来检查手机啊，吼、喔，叫啊另外一个嘛是叫提出来全面来调查了，对啦。啊嘛伫南京含杭州的机场吼。喔都有同款的代志了，都有同款代志。吼、安全人员了，对，随时都会再来检查了，对。所以，中国七月实施的这个国安法令吼，差不多民主国家的人是中西啊，中西了，对啦。啊，佮加上因的啥，尤其是台湾人，吼、佮加上因有其他的法令，吼、来这个分裂，国家国土分裂的法律就对。所以你的手机啊，炸去。我给你保证，150%中掉，全部拢掉了，对。伊若要来掠，拢有100%充足的你，让来掠的。比如讲，你是顶头，讲着426，吼，写着426，哦，你忽略掉中国的民众，掠个，掠个，关掉你洗衫布了，对。看到文英雄嘛，未使。哦，当然未使，吼、哦，当然在食啦，在死刑，啊、在扁条，所以有充分的理由。哦，下面了一。伊是一个无言论自由国家搞极限嘛了对啦，已经然后压到上悬啊了对啦，你惊到安尼了对啦，我连手机啊，你当随时搬走了啊，所以安尼了，当然啦，我是正价，
随时修理的人民。建良，尤其咱台湾哦，嗯，是不是拢作家吼？伫这个假期时啊，啊，好朋友啦，家族啊啦吼，啊去餐厅吃饭，嗯嗯嗯，啊去餐厅吼吃饭的时候，拢食到吼真富如爱翕相铺伫迄个啥网络去用看。哎，啊！因即马中国是做前面的光盘运动呢，你捌听过无？是，我知。光盘运动，因若看你食较好，还人偷食，佮翕相啊，而且食无了，佮翕相底下来用看，像即马杀害。杀起来啊！这当然杀。没有光盘运动，偷食浪费。你赶快掠起来！唔系，你只要是台湾人，你就是分你的国土，哎、嗯，所以就掠起来啊！其他人拢唔明啦。你底下写台湾。好、哦，安尼是掠起来，杀起来啊！你就分你的国土。那、嗯、中国台湾什么台湾、嗯？啊？什么台南啊？中国台湾省台南市啊，裂开，好、哦，裂开来啊！所以一家未来裂就来裂开来，所以这吼真正中国真正是一个优秀的国家了，对啦、嗯啊。你还没统一咯，那无多吼。嗯那上尾一条是上新的吼，前两天吼，拜登来公布，拜登来宣布，要来提高中国的这个清洁能源产品的关税。清洁能源产品的啥货？比如讲光电呐、啊，吼、哦哦、啊，这个光电板呐、啊，吼、哦，这个太阳能的啦，或是迄个顶种，其中有一项叫电动车。电动车的税金呢，关税呢，原来中国的关税是25%，要来提高到偌济呢？100%，对了。要来打击中国的太阳能的产品和电池，好、哦、啊，这川普了，对了。你来，这个中国的电动车的关税要为25%的提高啊，100%。是安那呢？是因为以前了，对了，这个中国制造的一挂汽车了，对了，拢用。加价少了对啦，来这个倾销去全世界了对啦，伊个国家补助嘛，哎，反而这电动车，主要是拜登是讲啊啦，诶，政府是想要彻底来禁止中国的电动车，是因为电动车拢是安那，拢是 AI， 拢是用连线、连线。伊讲要反而这电动车，诶，美国人开这美国人诶个人资料。透过连线，叫中国人退去，叫中国退去了，对。为着要片面这物件，所以要来全面禁止中国的电动车，你来入美国了，对啦，吼。那这个除了保护美国的产业以外了，对啦，嘛未来维护着国家安全啦，主要是国家安全啦，吼。啊，这个中国吼。中国的车了，对啦，拢卖非常非常的俗啦。啊，非常非常的俗的原因，一个主要原因是啥？是国家补贴啦。对啦。国家补贴哦，阮透过国家补贴哦，所以真侪咱台湾的朋友哦，拢安尼叫说起来，啊，中国电动车够俗的啦，台湾啊，也讲啊，台湾当然是足贵，无唔对，嘛比美国较贵，贵足多吼。因为咱关税真悬吼，咱关税嘛是扣足悬了，对啦吼。那当然有一部分是要保护这个。付不起的流量啊，吼、嗯嗯嗯，啊，另外一部分是啥？是因为咱无关，咱无这个，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吼，含人来关税谈判的时阵吼，拢较不利，人较无爱含你换了对，较无爱含你换，尤其人啊强势工业，人无爱含你换了对啦，人无爱甲你降，比如讲咱希望伊降啥货，伊不一定要甲你降，是，好，比如讲咱汽车含你换啥货了对，啊，伊不一定要甲你降，无一定要甲你降的状况下，咱的税金来维持就管了，尤其这款进口的国家拢是安尼吼，尤其是台湾，不只是进靠方方面面拢爱靠进口，加上台湾不是一个实际的。独立国家，好、哦，所以个愈惨了对，所以个惨上加惨了对啦、嗯，所以吼税金啥话拢真重吼了，外国你买物件税金拢扣真重啊，所以咱的车吼，拢比欧美国家贵非常，唔是贵一点嘛、嗯，是贵非常的多、嗯，所以之前我一个数字讲，台湾人开车了对，平均了对啦，使用车的迄落吼拢超过10吨以上，上少10吨起跳了对、嗯，但是。其他国家，比如讲日本国家，日本吼，等等，拢差不多平均伫咧6吨至8吨的换车，来、哦、换车了对。啊是安那，真简单，就是因为这个日本，第一是日本的车比咱台湾车较俗，俗真多吼。第二是因为吼，咱的验车的费用非常的低，嗯、就是伫日本呢，你若一旦超过
五档还是六档以上的车就对了，验车的费用是足贵的。是，好，比如讲，那验一架车要10万块入票了，对啦，好，还是6万块入票，好，6-7万块入票，安尼就对。啊，这顶两万不是2万的？嘿，那1-2万块的代票了，对了。那台湾吼验车一架爱1-2万了，对啦，吼，验的项目爱超你1-2万，调整爱超你1-2万块了，对。我来讲。六档两万车，因为小贵嘛，啊、哦都有可能了，但是因为因无安尼就对啦，因无安尼就对。那当然其实，即卖车的现代科技、现代工业技术就对啦、其实你只要好啊，开8档、10档的车，我个就好个呀。你10档的车，我个就好个，个非常的好了，对啦。嘿啊，那即卖现代车环保的顶个标准嘛，拢也去 OK 啦，拢也 OK 哦，无遐紧人而已咯。啊，当然台湾的。诶，较长的时间较换车，10几档开换车，平均拢10几档开换车。主要的原因其实足简单，就是因为咱的车价上贵，啊，全世界相对算较贵的。咱有钱俗，但是这个车钱贵。啊，个人话一个原因啊，建良，这有足侪人买啊，可怜天，因为咱台湾人唔是一台车买落都是特工的赛，为人是平常是翘多上下班，一直到个家里。较在厝的人出去较有用的车，足侪人是安尼呢。所以有人在车伊买来，伊讲6年就对了啦，反正伊走的迄个公里数就对了啦，就是无实际，逐工咧开车公里数的10分钟嘛，不一定啊。哦，对啦，啊，但后边国家日本人其实嘛是安尼啊，嘛是安尼，车买来嘛是放咧厝里，你比方像上班也未开啊，话也开，话也未开，一半啊嘛，你啊大公司的人未开啊，啊你嘛是拜六礼拜出门的就爱开啊，就是伊嘛是6-7档的用嘛，因为啊那贵了爱养车嘛，持有成本的增加嘛，或者是税金的增加嘛，你愈来愈贵嘛，啊伊就无爱啊。好、哦，伊就无爱啊，佮加上伊个油较贵，吼、哦，所以就要换新的车较省油啊咧。所以6档、7档来换车，6档、7档来换车，啊，台湾平均拢个10几档来换车就对啦，吼、哦，拢超过10档以上。就是咱台湾的车普遍每一台拢开超过10档以上。是的。对于讲你是公司车啦，报税啦，吼、哦，所以5档、6档来换掉，你无会讲吼，嘿、哦，啊，所以这是这个咱无讲了对啦，啊，头我安讲的就是这个美国吼要安尼关税甲扣落了对啦，有另外一个部分是安全啦，我感觉这个理由真好哦，在台湾唔爱注意吼、哦，国民党的一寡立委拢一直咧杀中国的电动车吼、哦，尤其是这个部分机吼，用安尼好替宣传甲去小米啊咧坐一下咧卡森坐一下咧爽歪歪了对啦，跟他连调的安尼啊，中国连调哦，一直想要进中国的车了对啦，啊，其他立委一直咧杀了对，杀讲要开放中国的电动车。中国电动车对啊，不是价钱的问题呢，伊上大的问题是啥位？安全有哪问题？第二，我感觉上大的问题是安尼，国安咨询的问题。因为伊连线了了，全部资料拢有扣的。还有你个人的资料，好、啊，你个人的资料了，伊那连对咱的这个网络去了了，造成台湾国家的这个网络安全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未使开放，绝对未使开放就对啦。啊，这不是加拿大安尼啦，人美国个安尼啊，所以我想全世界趋势是拢同款的啦，吼，拢同款的吼。啊，这是这个古业这个国际新闻吼、大家来，和大家来分享吼，大家来分享。是的，嘿，啊，非常，你别个介绍话题了，还是？来讲这支嘴吼，到底是安怎样我连起来？即人讲较紧的吼，就是讲歹嘴到了，我歹嘴到了吼。即咱第一咧讲歹嘴到，来感谢，先来进一段广告。非常的感谢吼，啊，咱接受的去要甲听众朋友来介绍吼，这是咱圣山的喜乐清。圣山喜乐清吼，啊，这是咱这个加拿大尾巴药厂制作而成，这个正好的产品，啊，伊专门来针对着咱的心脑血管吼所
研究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就对咱真好。啊，咱长期来个使用吼啊，会当确保着咱这个血管壁的流脓。长期使用吼啊，会当吼预防脑中风、预防心肌梗塞。刚刚在尾巴有请说来制作出来这个喜乐清，伊最主要有五大成分。所以咱伫咧介绍啊，这味的产品，咱拢会时常强调吼五宝。五宝喜乐清，伊最主要伊内底有南极的红磷虾。啊，当然，这个南极的红磷虾，你对中央甲萃取出来的物件，对咱人的身体帮助真大。啊，咱简单甲讲两项就好，就是最主要伊会当改善着咱的脂肪肝，包括会当增加着咱脑部正常的运作。尤其即马唔知是安怎，因为咱的中辈时代年岁哪有，敢那亲像记忆都一直败去啊！啊，这就是代表讲咱脑内底欠缺有某一种成分，啊，这种成分就是咱红极的啊，这个啊南极的红磷虾，伊内面会当给咱补充，哦，啊，所以对咱这个中年过吼，而且个脑部诶正常的运作有正好的帮助，长期使用，啊，这是咱南极的深海科啊掠出来红磷虾。另外，要来甲恁介绍，就是北极科啊深海掠。啊，你也钓了这个青鱼，包括伊的肺啊，包括肺鱼吼，内底所提炼出来这个啊，鱼油、Q 片啊，这物件，伊最主要是咧帮助咱什么呢？帮助咱维持血液循环正常，包括对心脏病啊，包括对糖尿病患着糖尿病的朋友，这种对恁有相当好的帮助。另外就是天然小麦衣。啊，这个防止咱的动脉硬化，啊，包括防止癌症、防止脑化，包括防止心肌梗塞、防止脑中风，真好的物件，真好的物件吼。搁再来就是巴西的甘蔗元素，这个巴西的甘蔗元素，伊最主要是会当啊降低咱这个赖胆固醇。啊，伊会当吼增加咱好诶胆固醇，咱人会体个身体内面袂当无胆固醇吼，啊，所以伊会甲即个好诶胆固醇留落来，啊，甲即个歹诶胆固醇吼，安尼甲你降低，甲你去除掉。所以咱五宝喜乐清，这是真好诶物件，啊，你长期使用了对啦吼，啊，会当确保着吼，啊，咱即个血管壁诶流脓，啊，确保着血液个流透顺序，尤其咱即卖人真侪是拢食好嘛，啊，食好有可能你欠少运动，也是讲你食好欠少运动以外，蔬菜水果你又阁无想要食。啊！你如果平常时，你老感觉讲颔棍啊紧，还是讲咱的肩胛头，你感觉讲又奇怪，安尼酸酸，安尼硬强硬强，你爱注意啊！你爱注意，有可能伊是你甲咱警示，伊是你甲咱讲讲，啊！你平常时欠缺运动，啊，蔬菜水果食了无够，啊，所以你即马即个血液个流透吼无顺，吼无顺，啊，地疏颔棍啊紧，颔棍啊紧，安尼硬强硬强，会肩骨会酸痛。包括咱人身躯顶真侪所在嘛是安尼哦，你有可能你的手骨迄个所在，还是讲你的脚骨迄个所在无平筋哦，感觉最近拢安尼酸酸的，啊，唔知的人有可能你的动作讲，你啊根本叫伤到运动伤害、工作伤害，无一定是安尼，有可能是咱这个血流、血客、血液咧流透未做顺序，啊，未做顺序会致使遐个酸痛，这我有相当的关系。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吼，咱要先看报告有够清楚的，我报迄个清。专门要处理这，所以说呢，这个费用哦，一定要注意哈。五宝喜乐清，除了这边做清楚，五宝喜乐清以外，新南公司许多山，这大家拢知影哈、哦。配合两个数，金立平的第二代，哦，这八九，包括着他都讲讲五宝喜乐清哈，啊，保顺健，这是咱南苏朋友也不算，吃保顺健哈。没顺数啊，你帮你家己知影吼。贵阳所可是贫血需要一批产品，免食食物哈，食迄个补血吼，有哪有哪补血搞别搞，迄个另外基础了就。贵阳所真简单，免乎你当刀当饼啊，补血都爱个煮啦，有诶无诶安尼啊，废气啊。贵阳所真简单，早暗。加加两粒农药，一刀子也去加两粒，安尼都 OK 了对吼。这是咱血红素，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080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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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线电话啦吼。来，咱这边有个登个节目现场啊，今仔日呢啊拜二来到咱节目现场，有缘是咱台南市公民地吼，职工店吼吴建良教授，来咱继续听啊。是啊，这个台南人食食吼真趣味吼，你真侪台南人可能祖先的拢有这印象，你讲咱也处理咧食物件拢安尼哦，比如讲咱其他家族啊是这个亲戚朋友大家讲咩，我中岛来食洋花，好洋花，羊肉你就怎樣，你就有固定的所在去吃羊肉，你不是說現在去一間吃羊肉，那就是你可能車開的開到去鉬山吃羊肉，那就是比如說我們在台南關的關區，你去關店啊，你去什麼所在吃羊肉小卡推啊，你特別去一些所在吃羊肉，那就是比如說我們要吃什麼，要吃那個吃什麼東西就對了，要吃肉粿，那就要來哪裡吃，這樣就對了，我們有一個固定的那個煮細漢就差不多，你覺得很習慣那假米啊，假米要假什么米，换什么米，什么米，安得去倒位食，那去倒几间，你心内开始有倒几间，安得去一间食呢，对。是不是台南人拢足习惯啊？呢，是。我们阿台北关系较有看起来是无，无像台南人安尼就对了，做细汉就对，差不多厝里人就是拢安尼就对。哎，讲其他要去倒位家族啊，要去倒位食，不然就去倒位，去倒特别的所在就对了。好，啊，所以。做细汉其实迄个习惯就是讲，咱若要食物件，就是爱经什么会，要食什么物件，去倒位食安尼对啦，来去倒位食。啊，是啊，要去倒位食，你细汉你可能嘛唔知，是哦。但是做细汉你爱红混呢，食久了然后，你有一天你去讲啊，要食药吧无，啊只就近食，你爱食迄个对，你去食时你还讲这跟他唔对呢，跟他遐食较好呢，真系安尼就对啦，真系怪怪啊呢。啊，这是啊，这就是，你的祖先用训练啦，你的祖先开始用训练啦，吃什么物件，爱什么款的，吃什么物件爱看什么款，啊，你吃固料料的啊呐，你也对吃些卡迄落了的，啊，你也规工拢迄落，自助餐啊，无了，迄落便利，迄落商店内底微波食品吃吃，啊，你的主人你都无迄个感觉，你吃啥物件拢赶快，你吃啥物件拢赶快，你因为你无经过训练的过程，你首先你去用训练过了了，你得真习惯吃物件是安尼，好，就比如讲你爸阿母啊叫你买，中昼去买了炒鳝鱼哦，鳝鱼面来倒来吃对，啊你路边经过凊彩也买一斤，对啊你去红梅，你鱼买对斤啦，啊无伊个厝里人来交代讲，去迄落倒位城边买迄落啥物对斤鳝鱼面安尼，啊去啊无开啊去啊无开啊无你去买对斤，路边，你别讲白讲叫路边凊彩买一斤呗。一定跟你讲有目的，啊！我就讲到我闹一个边的你咧，那是一定是跟你讲倒一间，是哦，安尼叫你去买了对。啊，你宿舍啊，你就去买物件，你嘛是安尼。啊，甚至一面来去买一间，啊，一间若无开，咱就买一间安尼。啊，大部分拢含你处理，未讲介远啦，吼，未讲介远了对啦。啊，这个习惯了对，这其实是种生活的习惯，好，台湾人生活的习惯了。这个习惯固化了了，你就对吃这个物件，你的主人啊啦，靠外出去。哦，你干嘛讲啊？吃这个一定爱一斤啊？是啊，你嘛唔知是啊，啊就是爱一斤啊。但是有一天我你吃百斤的时候，你干嘛讲？安尼，刚刚像我食白羹，较歹食，滋味无同，滋味无同了，对啦。好歹另外就是对，你感觉无同，啊，你也是惯食这几羹，啊，这几羹会当开遐久，那是有一定的水准啦。好，伊会当开遐久。啊，那路边经过看到迄几羹，你也看两当三当过了倒啊。啊，大概就是安尼情况。啊，这是台湾人的自古以来生活习惯了。啊，你若细汉大汉，你可能会拢用安尼训练出来。啊，久了了，你来那习惯。真习惯来食物件，但是拢会有区域性。你讲咱伫即区可能啊，咱就大部分拢会即可能啦。诶，即款食食的物件你较熟，是好啊。即个物件嘛，那你讲，因为咱人即个食食习惯嘛，造成即个小食店做食的人了，对。嗯敢凊彩用用诶。好，好，我安尼讲，比如讲我今日同款咧卖大米，同款大米安尼卖了，对。啊，你也卖我也卖，我路边个卖阳春面一堆啊。是啊，一间个咱开五十档、三十档都会开。是。啊，那换一间哦，少年我咪来开啊。嗯。哦啊，
即、這个咯，面水煮煮的就好啊。嗯、哦，把手搅搅的，搅咸啊，就会当啊。你就是懂，是，因为人迄，人迄鼎，人迄鼎煮煮的汤，人迄有大滚、嗯，人迄有控蔬菜，迄鼎爱控真久了，对啦。嗯、人靠迄鼎煮面，人的压力啊。是，哦，就是讲伊。袂学袂来，伊就是渐渐渐咧用一个方法，有伊个坚持啦，对啦，有伊坚持，伊做物件有伊个坚持。或者是比如讲，赶快做碗粿，吼、哦、啊，就煮多腌煮米，再来米，多咧调米咧，哦，麻烦呐，搁那加米，加到面个几年，咱用粉个泡泡的对啦，吼、哦，用粉无较紧，吼、哦，用煮米粉啦，搅搅的吼，无个咧随咧碗粿来当炊啊。嗯但是你要怎样？你只要按来做，嗯，但人谁嫁出来？是，嗯，啊，这混教的，嗯，嘿，阿伯啊，吹过也袂得头，哦，这混教的啦，阿都不爱嫁，嗯，你又谁不爱去嫁？是，我都谁不爱去？你又谁嫁出来？对，啊，其他你也嫁出来，你干嘛怪怪？嗯、你可能就开始无嫁，你讲，哎、欸，怪怪，嗯，啊，你阿你怪怪，骚骚，啊，怪怪的，啊，你就知影讲，啊，你不是用米嫁的，哦，你就谁不爱去嫁？嗯，啊，所以安尼混连顾了了呢？啊，你想看卖哦？你也是住伫台北，还是住其他所在？啊，你拢食着拢是粪泡的呀、啊，啊，捌有迄种米架的呀、啊，所以你也是惯用粪泡的呀、啊嗯。啊，所以你当然字都分辨出来，所以你绝对无迄，你绝对无台南人的字啊、嗯，你是咧食袂出来、嗯嗯，因为你祖先都无食过这个物件，你是拢食这嘛？食这了了，啊，是拢食微波食品，所以你也真习惯了嘛。所以来台南，你食啥物件拢好食、嗯，啊，当然较甜啊，吼、哦，有的物件较甜啊，吼、嗯，啊，所以。啊，但是呢，台南嘛不是一开始了的，哦，安尼煮食了了就拢足讲究了，对啦。啊，这是互相的，你知影嘛？嗯。啊，是啊，煮物件会讲究，会袂了错安尼，对。煮物件会真实在，就是因有两个足重要的原因，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是不散的原因。是。台南呢，因为这个所在呢是重要的不散的。诶，这个生产和销售的所在，比如讲盐，主要的产量差不多拢是南台湾，嗯，拢伫台南遮附近，哦，好、哦，啊，这个糖赶快拢伫嘉南边缘了，对啦，吼、哦，糖上多，所以这上基础那么煮食的糖和盐，嗯，上多的所在就是伫台南，是台南是上多，吼、哦，上多糖和盐这物件，不散。提到的物件，第二的米，嘉南冰原是米上多的所在，上好的所在啊。一开始的时候，因为灌溉的关系，所以是上好的所在嘛、嗯。所以真简单，米这物件，吼、哦，只要和米有关系，会当做出来物件，台南拢，嗯，真简单会当提到这好的米就对啦。所以，你既然会当种植、种植啊，其他的农作物嘛拢无问题，嗯，嘛拢会当种的对。所以台南水果嘛真多。所以就是讲，你不善真多的时阵呢，你要做假食来当摕到的材料，那比一般所在较容易。你要注意看哦，全世界这个美食哦、假食哦上好的所在，拢是安那不善上多的所在。不善上多是吧？啊，而且台南个靠海，嗯，上早即个海边啊，啊，所以海边也当然啦，你啊鱼啊都有嘛，海产都有嘛。啊，那拥挤的嘛是同款嘛，你有内海啊嘛，嗯、有因为盐埕所以有内海啊，内海的完啦，有鹅啊嘛，是啊，就有些养殖业者，蛤蟆啦、蛤蟆啦、虾啊啦，啥啦，伊只龟拢有嘛，你著自然的有嘛，啊，你讲离开家就无啊、嗯，啊，这种物件拢是安那，其实无其他，青就好食，青就好了，对啦，啊，啥物叫青？你哪迄落唔捌食过青的人，你也唔知啥物物件叫青。但你就说你物件拢青的啊，那台南的物件拢青的，无迄落无青的就对。所以你食久你就习惯了嘛，你食的无青的你就随知影嘛。啊，但你哪永远拢是食啥货？像是台北，你永远是啊台北发展出上名是牛肉面，真简单嘛，因为牛肉无青的嘛，啊牛肉无青的安那臭臊嘛，歹食嘛。啊，无了咸酸安尼，食着安尼无解迄落了，对，肉质就无好啦。靠香料，靠汉油菜，汉油菜嘛，香料你也控嘛，控好伊嫩嘛，控好伊了嘛。啊，米压掉伊，压掉伊了，所以发展出牛肉面。嗯，即伊卖发展出伊个食物咯，食材就对了。啊，即物件呐，不是伫台南哦，咱来看欧洲国家，咱拢讲欧洲国家有即个米其林的即个传统了，对啦。诶，餐厅的，因安那来，比如讲，即不是无好卖哦，比如讲法国菜。法国菜真
讲究，大家拢知法国菜最有名，嗯、但法国菜上有名是啥物物件呢？是伊的寿司。那是伊南面顶头迄个酱啦，迄、哦那个寿司，迄、哦那个寿司拢是啊真侪食材材料甲加做伙啊个调味料料，南去迄个物件顶头，伊个寿司非常的有名，所以伊伫寿司顶头开足侪功夫去做这個，啥、伊也是寿司开足侪功夫去做这個，因为呢，摕到食材的新鲜度，伊是第二线，伊毋是第一线。哦，全世界米其林餐厅新星上最衰伫倒位呢？伫即个西班牙的。北边含法国的西南边，西南边，介绍来多到海湾的所在，湾起来介绍来叫做巴斯克地区，介绍来是全世界米其林星星上最所在，迄、那个一粒都市拢三粒三粒三粒三拢三粒星的一堆，其他迄个所在上最，真简单，因为迄个挖海，海产足多，伊海产咱去到北极，去到北边，寒的向南去到热的海产拢有，是寒的热的海产拢有。深海、浅海拢有。第二，伊伫边罗斯山的边啊，伊后壁面挖山，所以虾米款呢？要牛、鸡肉、牛肉、羊肉，哦，上青的山顶抬的很啊，连那鸡卵一只五块的，一只两百块的鸡卵也有了，对啦。山顶拢是山顶，因为好山，伊上悬的山伫伊后壁，吼、哦，所以所有的山山。海产伊是毋是拢有？是的，所以真简单，伊摕着上青的材料，所以伊的食物就对，卖伫遐卖用足侪寿司，用足简单的寿司，用足简单的烹调方式啊来出来啊，所以伊就足好食。好、所以无好坏。没啊，法国因为伊的环境的关系，伊个温气嘛，温气遐总是差一味嘛，所以伊就安那发展出另外一种物件，用寿司，甲砍了对，用砍鸡那个砍砍砍，用落去。好、哦啊，所以你也注意看。所以第二就是啥物咧？台南，台南真侪物件吼，真侪物件，比如会甜，话物件会甜，吼、哦、啊话物件会安那，会爱用足侪姜，这物件通常拢是安那，拢是较臭臭。是，哦，就比如讲我安尼讲，比如讲食沙白鱼羹，沙白鱼羹咱是不是拢会加这个叫做这不是蒜头，叫做姜。加点个姜，好姜丝落去。哎呀，那因为沙白鱼较臭，真正沙白鱼羹是不是更加臭？你若直接食，是不是就一个臭味？是，好。啊，这真个啊，所以伊嘞有无同个食材，含咪迄个阿弟你就砍姜用个甜，啊个酸，系甜酸，好阿姨来靠。他压掉伊的这个，压掉伊的这个臭臭味，好臭臭味了，对啊。所以每一个物件食物的这个背后，其实拢有伊是阿边咧做了，对啦。哦，唔是阮食大肠，都没有炖啦。啊，物件砍鸡，哦，也系砍鸡。啊，砍鸡啊啦，因为这不是正餐，这是道等的中餐、哦，啊，因为劳动者爱食会饱。是的。所以砍鸡是不是啊啦？看起来真害怕，连汤食下会把放尿了出去，但是看鸡了了，敢那像我比细的物件呢，食起来感觉分量会较足，所以才看鸡，所以大人就爱看鸡。是，比如那个土特鱼，啊，第二是啊，土特鱼我贵的鱼呢，是贵的鱼呢，看鸡来食较慢的嘛，哦，较细了食较慢，哦，忙啊，一个缩两个就甲缩掉了，土特鱼是较贵的鱼啊，哦，无同了对啦，所以这个假食。后边其实真侪人的物件伫内底，所以唔是干那食些物件呢，食的啊，干那个啊在食，所以咱人咧食物件吼，其实为原来的这个原来伊个，因为台湾人讲话咧讲，伊有足好的物产。第二呢，第二咱讲的有足好的物产，第二项啥会好食，是因为第二项是因为伊有真上新的外来的交流。文化的交流，所以可以让吸收到真多真新呢。你讲这钱哦，我真系想到，我感觉这台南人，你只要去食提这个沙白鱼哦，不管是迄个沙白鱼，迄块两刀吼，还是沙白鱼吧，不管你是用迄个啥煮清汤的啦，哦，还是甲控锅安尼，人讲迄个煮上迄个米索汤安尼，煮安尼迄个豆浆啊，煮豆浆啊，煮咸咸锅安尼，还是迄个西瓜米啦，哎呀，西瓜米，我讲听你若无清水吃，拢无人要吃。对，因为台南人你要食着青诶沙白鱼，根本就是正常的汤锅嘛。我的臭蛇咬，你若小过了臭蛇咬，因为你都。
好啦，伫台南面嘛，现你阿都现人吃嘛，不管你菜是啥物，所以你啊台南人，不管你是哪店，台南唔食，三百鱼多是安那咧，透早食，食煮诶，食煮诶，过道食蒸咧，嗯，食蒸咧对啦，食蒸咧嘛，咁无青啊，直接蒸嘛，但是迄个对外关系人来讲，中道那较无青，用落去煎的，对那讲阿去做青的啦。系啦系啦。所以你伫台南，你讲食着无青的沙白鱼就对了，不管是鱼肚啦、鱼领啦、鱼肉啦、鱼头都无啦咩食啦。系啊系啊。哦，鱼头迄啦，鱼头迄啦，袂青的就系啊啦。因为迄个物件，咱都无可能食着无青的。对讲，迄间的生意做歹。诶，伊开起来，伊一料理可能袂介，啊，所以吼，伊进入来即个机会吼，变一工、两工、三工，啊，特别是如果多一个继续变啊，啊，多咱派问题只啊，甚至已经变到第三工啊，恁自家是在讲啊，哦，甚至都提出来只，提出来变真正做现实的啦，诶，是是。所以其实这里台南的诶食食的文化，你讲伊有安尼，伊有安尼，像那第二下我哋讲即个外来诶即个物件吼，有交流啦吼。这个交流不只是技术嘞，包括是食材、材料，和食物的物件。好，比如讲这个其实观光上干嘞，糖这个物件其实是外来啊，你是外国人带来啊。好，阿哥或者是一寡即、這个一寡蔬菜水果啦，一寡料理方法啦，东南亚尤其是东南亚是平价入来的，对啦。啊，佮加上中国早期吼，中国入来，安全对。所以你看台南有啥货？台南有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汕头薏米吼，或者是有这个叫做啥物？咱叫沙茶火锅，咱火锅是咪啦？沙茶酱、沙爹糕、沙爹酱、沙爹酱、沙爹这个是中国和东南亚合起来，来搞台湾合起来，所以中国也无，东南亚也无，咱南边拢无搞。都一种鱼米，今时哦，鱼米吼，鱼米应该是高温鱼啦。这鱼丸料料生出来，我的家拢上咸哦，我感觉上咸，啊，我这个鱼脆了，哦，鱼脆啦，鱼脆啦，吼，啊，像这面，这是外地人，他就食着，鱼脆了，啊，因为高温鱼嘛，足少啊，愈来愈少啊，所以，他这拢做鱼酥啦，嘿，做鱼酥啦，啊，起码无啊，起码你想要提高温鱼来做鱼酥都足少啊，所以鱼面顶面这面愈来愈少啊，愈来愈不人，我懂做，而且也水做水煮掉，袂使加工，吼，所以像这种物件。假设的物件的，含不散的关系，啊，你也不散，无了了，这个食物就可能我无去。哦，你讲像头我讲的鱼面，就我从一间那边，我托袂啊，因为是安那，真简单嘛，啊，都无搞无鱼啊，你要用其他的鱼啊来替大家有鸟刺出些花较小的，啊，这难度较悬呐，哦，难度较悬，啊，你又愈来愈细碗，啊，无啊大都无啊，都无材料啊，吼，啊，所以这其实含材料含。含你的不善，含你的文化那种关系啦。来，继续安排多一寡时间来。是啊，所以这台南人咧食物件吼，这外脆鸡吼，这进入只是自细汉含环境训练出来啦。不是钓过要咸的。你钓可以要咸的啊？你讲已经习惯啦，食物件是安尼，是讲你为你伫处理，你每一个但你问你所有台南的朋友，你处理买物件是不是安尼？因为我讲我今仔去买了意面啦，你讲你也买一斤。哎，你讲伊买对经了，伊会甲你讲对经，伊毋是甲你讲去买面。连敢那迄个包啊店、水煎包的店嘛，拢爱经。哎，对，啊买迄、那个买什么货，拢有固定的店的，有固定的店的。啊，你细汉时你可能唔知啊，那拢是惯食一斤啊，食一斤。但是当你食着北京的时候，你可能懵了咯，就真正爱食一斤。啊，迄是安那，迄其实你就细汉你用训练久啊，你讲啊，原来是迄、那個、啊食久你就慢慢了。无一斤敢那拢唔对，对啊，但是因为。是安尼，啊！但是以前遐店咧，嘛当然有竞价的人。是啦，遐店开一直跌的啦。啊，第二就是哎呦，这些人做个边安尼，做个边加了对啦。那是因为你有好的物产，含一寡外来文化的交流了了，可以改遐物件对。啊，有好的新鲜的这食材可以，你看会做出遐物件。所以其实是相对的啦，是相对的对啊。你讲边边牛肉汤，你若无。无电材牛肉，无屠宰场，你是咩做牛肉汤啊？你有那个台北，去阿拉好食了对啊，拢差一块啊啦。是啊。你甲他高铁坐三点钟去到遐了对啦。含阮台了了，阮早三点钟食了肉就是无同啦。伊个青度就是无同。啊，沙白鱼个卤面，沙白鱼就是安尼。你用人家台北了，乌鱼啊，鱼多就白鱼啊，你食。拢温啊，很热个，很热。很热，个咧调了了，个用煎五分钟个调，你起码就比别个捌多来啊，对啦。所以迄是无同。
咱这是不同，你像以前阿公阿个伫迄庙口咧抬的时阵，你看边仔用抬，你看台咧跳跳跳跳，连咪都用在咧煮啊，看边仔个咧抬，个咧抬啊已经摕咧煮啊，对啊，你就知影讲，伊面有青无青啊，青啊蒸五分钟个咧跳的，五分钟后了，你把你发倒来啊，所以这就是食食吼，久啊了了安尼训练。